for i 等于2到33，但是要怎么样刚刚好放在这个指定的位置？这个 sales i sales 有列有栏，那我要怎么刚刚好放在这个位置、哦、所以这部分也许请各位先想想看吧、哦、请各位就是一先把刚刚这个 indirect、哦、做完，二再复制一个变 VBA， 然后思考一下这四个按钮，这个应该不算了，清除最简单的、哦、OK， 来这里的话，那我要这个输出二到三的表格，那一样我们在 Visual Basic 里面一样先插入一个模组、哦、一样是在这边撰写那个输出二到三的表格，对哈、哦。那基本上呢，因为我要输出的范围是哪个范围呢？就是 for i 哈、哦、，i 的话是列，第几列呢？基本上哈、哦，我总共会有八列，所以二到九 ，OK， 好、哦、这个范围，然后一直到这边。那所以呢，我今天会有二到九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第一的话特别注意啊、哦，请你把它改成数字，因为回圈里面呢只能放数字。不能够放 for d 到 g， 没有这种叙述，一定是数字 ，OK 哈、哦，所以一定是4到7、哦、那再来的话呢，我要输出什么？输出资料到这个储存格。那这个储存格、哦、特别注意哦，因为我有 i 有 j 嘛，啊就是先列再栏，所以你将来的叙述呢，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 sales 啊、哦、，sales 呢哪个储存格呢？其实就是第 i 列的。J 栏就可以了 ，I 列个 J 栏，有没有？那当然就是二，这个是第二列的第四栏，有没有？它会先跑，它会先怎么跑呢？先 for i 等于二嘛，哈，二进来之后呢，就是先跑 J， 先跑四，所以先跑这个二四，再来 next， 它会什么？再追的话呢，就二五、二六。二七，哎，跑完之后再 next 换这个 next， 那 i 的话呢变三，那三四、三五、三一直往下了，反正就这个方向，应该可以理解了哦。以后回圈呢，其实最难的应该在这里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要怎么样呢？等于什么东西呢？等于，哎，特别注意哦，那个逻辑哦，这个是 j 是 column， 哈、哦，就是栏，这个是列，所以呢，你可以用什么呢？我们不是有个 column 减掉多少呢？减掉3嘛， column 减3，刚才不是有个 column 减 3， 如果 column 减3的话，我先把它输出一下，你会发现哦，哎，这个应该是这个改一下，其实在这个格式部分，待会我们可以把它改回来，有没有？一二有没有？就像 column 一二三四，那如果说我今天呢，希望怎么样？希望再把它加上列的讯息的话，就加上，还记得吧 ？i 减掉2，好，有没有？因为要先把它现在所在的列要归零，因为第一次我不要加上4的倍数，那往后的话呢，就慢慢加上4，哎，有没有很像？有没有这个概念一模一样？做好之后的话呢，其实你直接输出，有没有1到32？可是实际上哈、哦，我们要的啦哈、哦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地方哈、哦。刚刚 indirect 哈，其实跟 range 很像，所以其实哈，我们这边呢，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变成这边 j 减2，好，把它变成输出2到33的表格，好，第一步就完成了。不过哈，其实当然这个写法写完之后，就有同学说，哎，老师这样写好像有点麻烦呢，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？其实也有了，另外一招，好像我们之前有写过一个 k 有没有 ？k 等于2。还记得有这个类似的写法吗？那我这边的话、哦、就干脆给它 k 就好了。然后呢 ，k 从2开始嘛，那我每输出一个之后呢，就把 k 等于 k 加1不就好了？然后2哎变下一个就是3、4，所以其实啊、哦，如果这样写法的话，结果 O 不 OK 呢？我先把它清除掉了，这样会比较看起来比较清楚一点。这种写法，哎，结果 O 不 OK？ 哎，你会发现结果一模一样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哈、哦，程式最麻烦就是这样，每个人想到的逻辑方向不一样，写出来又不一样。但是你说这个不对吗？这个也对啊。好、哦，可是我的习惯是，程式越短越好了。所以 K 哈、哦，你会发现哦，跟刚刚比起来，好像这个程式多了2行。
就多了 K 这个变数。OK， 不过符合逻辑。啊，符合逻辑，好像比较好理解。对，所以哈、哦，程式虽然多两行，但是比较好理解。哎，用这个方法 OK 啦，不过两个方法都 OK， 两个你们都可以选。第一个我们先做好了哈、哦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再来就输出我要的资料。那我要的资料的话哦，讲的啦，我先把它 back 好了。我们先用刚刚那个方法好了、哦。然后如果说我再把这个 sub 复制贴过来，改成后面加上，把它改成叫人事资料底线包含栏名哦，意思就是说我一样输出什么 sales ij， 好，然后呢输出到哪里呢？哎，输出到这个储存格里啊，输出从哪边来的呢？我们可以用一个 range， 还记得 range 其实哈、哦，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。它跟 integer 非常相似，就是从哪边抓资料丢到那边去的意思。所以我刚刚不是有个什么 b， 对不对？然后空一格 end， 那 VBA 里面 end 前后要空白哦，跟那个不一样。end 什么呢？你可以把上面这一串有没有？可以把它搬到后面，就 b 2 b 3，意思就是把 b 2的资料抓过来 ，b 3的资料抓过来。所以哈、哦，我这边可以怎么样？再把上面这个串到它的后面，这样的话呢，哎，其实跟 integer 非常的相似，那我就直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这样的话执行完，哎，资料就过来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基本上哦，当然你想说老师，那我可不可以改成 k 啊？可以啊，哦，如果改成 k 哈、哦，那我们再改，应该会了哈、哦、，k 等于2嘛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你可以怎么？这边就 end 什么呢？K 就好了，然后记得因为 K 要累加哦，不然如果你没有累加，一直都抓那个 B2 啊、哦、所以 K 等于 K 加一，好，这样输出 O 不 OK 呢？其实哦，应该结果也一模一样了，我把它清除，好，然后再输出一次 ，K 等于 K 加一模一样，哦，反正你习惯进哪一个都 OK 啦，程式写得出来都好哦，写不出来都不好 ，OK。好，那去除栏名的话呢，基本上这个逻辑跟刚刚也是一样，所以在底下就切割。那怎么切割哈？输出之后呢，一样把前面 sales ij 等于什么呢？就把刚刚的东西做一个 meet 什么呢？刚刚我这个地方的东西，这里面的东西啦哈，就是放进来的东西。不过好像多一旁边看，好，逗点，第一个是资料的来源，第二个是从哪个，其实这个地方的 meet 跟那个 Excel 里面的其实相似，第二个是从哪个字开始，从跟它同一栏，哎，特别重要，同一栏，现在追栏哦，那哪一列呢？第一列，所以其实你可以用 LEN， 好，一样刚刚的 LEN， 然后你就打一个 sales。哪一列？哎，一定是第一列。逗点哪一栏？就是这一栏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这种写法哈、哦，蛮像什么呢？蛮像刚刚那个哦。哎，这种写法哦，其实就很像刚刚的那个 D 锁一个一。那锁一个一，你会发现这个一就固定了。那前面没有锁，我还是用追，追是个变数，会改变嘛？有没有？它会是四，所以四其实就是 D 啦。然后呢，五就是一嘛，以此类推，哎，有没有？所以这种写法跟上面的写法，以后如果假如说你写得出上面的，你下面就做得出来了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是一个小诀窍啦。反正如果你暂时无法理解，就先把它记下来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一招还蛮管用的，以后你上面写得出来，下面就写得出来了。好、哦、，OK， 好，再来的话呢，哈、哦，我们在逗点后面加什么呢？多少个字？有没有？它会显示 lex 嘛？ 99， 后括弧，好，完成了。OK， 所以切割的这部分哦，我们来试试看哦。所以输出这个是没有，再来做切割。好、哦。啊，哪一个？刚刚算出长度要再加2吗？啊，对哦，还要再加几个？再加2。这个对，这个好像漏加2，就少两个字。OK， 好，这个地方输出，好啊，这边的话呢，输出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这时候你会发现哦，
我们输出的结果，哎，刚好就符合我们要的，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这边有个清除的话比较简单啦、啊、就是从 D2 到 G 往下19、哦、后面呢其实你就是用什么点 clear、哦、clear contents 啦、哦、就是清除里面内容就好了，然后把它向下填，哎，清除，这样就 OK 了。不过像这边的话，如果你要解决什么，解决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哈、哦，其实基本上呢，哎，可以怎么呢？格式，不过你如果清除格式的话，那我的想法是，这个地方如果你要让它恢复的话啊，其实你就是可以在输出资料之前啊，可以先把它怎么样，先把它格式化，就像这样，按右键，格式化成通用格式。那通用格式呢，在这个里面哈、哦，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通用格式，就是一个小老鼠啦。好、哦，印象中它就是一个小老鼠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如果说我今天呢要把它改为通用格式的话，那我可以在它输出之前哈、哦，可以多一个动作叫 sales， 先点一下，用它一个属性叫 number format local， 这个就。等于是你刚刚按右键，有没有？右键之后呢，存成格式啊，这个 number format local 等于什么呢？给它一个小老鼠的一个字串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意思就是我把它改为通用格啊，不过特别注意哦，括弧后面一定要加上去，因为你括弧没有加的话，指的是这个储存格全部都变成通用格式。那为什么括弧后加？我前面讲过啊，因为如果你加了括弧之后啊，点下去它不会提示啦。啊、所以这个我这边哈、哦，跟各位说啊，我们来试一下，基本上刚刚清除这边清除掉哈、哦，啊这边会有问题，我们试一下了。基本上，哎，这边输出之后，先把它格式化成那个通用格式之后再输出，哎，有没有发现？这个时候呢，就 OK 了。好、哦，那其他都一样，我们试一下其他输出，哎，没有问题。好、哦，但实际上严格讲起来啊。好像只有在第四列的时候，啊、哦，才，要不跟你讲，第四栏的时候才需要，所以其实你那边可以再做一个逻辑判断 ，if j 等于4的时候才执行这个动作，反之就不用了。不过我觉得这个好像没什么差，好像执行起来都 OK 了啊，所以跟各位说明一下，如果你加一个这个，但感觉好像你会发现哦，如果你做一个储存格格式哦。它好像有一点卡卡的，因为它等于是多做了一个储存格式，好，然后所以如果你要效率增加一点的话，可能就只针对什么，针对第四栏，好，所以更精确一点的哈，就是这边多一个什么 if j 等于4的时候，好，然后呢才去做 then， 才去做什么底下的这件事情，反之就不用，所以这边的话就是。如果你要效率高一点的话 ，OK， end if， 这样意思是说，如果当它是第四栏，就第一栏的时候，才去做这个动作，其他栏都不用，好、哦，哎，这样感觉应该会比较快一点点哦。顺便讲一下，因为这个是跟效率有点关系，但如果初期、哦、你根本没有效率的问题的话，但也先不用管，好、哦、，OK， 大家可以懂我的逻辑啦、哦、所以呢，又多学了一个叫 number。Format local， 啊，这个其实不用背啦，不过这个还蛮重要的哦。以后呢，如果你 VBA 里面希望做格式化，都可以把你这个有没有格式化按右键储存格式哦，切到那个自定里面，自定里面这个东西哦，或者甚至你这边也都可以啦，你把这一串哦贴到那个 number format local 后面，它就帮你格式化了。OK 哈、哦，所以这部分呢，请各位。试一下哈、哦，刚刚讲的这部分啊 ，VBI 程式部分的话呢，云端上也都有哦，请各位先来画面先还给各位。